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大爱一线观》。这句台词说了20年，从黑发到白头，坚守性院长持续用医疗人文守护健康。阿爷，你领略到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这个才华，孙悟空72变，但是院长，20年5600多遍。播出超过5600多集，大爱医生馆走过20年，每一集都有新的创意巧思。他那个临时巧思和各方面的那个灵动，确实很不一样。20周年庆，脸书同步直播，大爱医生馆也正式从电视进到网络平台。简院长将来不再只是一个主持人，而是一个知识型的网红。大爱医生馆的 YouTube 频道正式开播，扫描 QR code， 随时随地随选随看，患者开心道贺。卧病在床非常非常的久，到院长义诊走进他的家。院长鼓励翻转人生，脊髓损伤的江永旭如今成为口足画家，送上自己的画作。好像简院长的节目包容万象，非常丰富。但是我为什么还会做到现在？要有始有终啊！这个终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转变的一个方向，另外一个转变的一个可能，让大家可以去接受这个健康的一个讯息。主持大爱医生馆满20年，守住初衷，信念不变。大爱新闻黄子玲、林欣宏台中报道。